如果雙氧水的成分用得高的呢，對皮膚有刺激的，它可以令到有甚至乎令到皮膚呢表面的皮膚會有脫落的，如果用有強力的。但是如果用一個低的份量的雙氧水，但是長期這樣用呢，亦都會可能會將個皮膚呢過度氧化，令到皮膚會變得乾啊、乾燥啊，或者容易起皺紋。亦都有人是自己自製面膜去加雙氧水的，亦都有的。咁你見到係有啲美容師啊，咁係咁介紹人用，但係我哋唔建議。